唱歌可以吗？唱我写的歌哦，写歌最大了。就是一句而已，但是歌词蛮多的，十个字，试试看好了。先教这首歌，看看可不可以。海呀海呀，还有一夜有呀。哎对，海洋海洋，还有一夜有呀。试试看好不好？海洋海洋，还有一夜有呀。后面的一起好不好？海洋海洋，海洋里也有洋，就这句就好了。五六七奏，海洋海洋，海洋里也有洋。这一家的花开了，少年却不在家。海洋海洋，海洋里也有洋。哇，好听，谢谢。好，要唱好不好？帮我唱了啊。就是一起嘛哦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那么小气，唱唱歌啦哦。虽然我知道你们是为了那个郭富城来的，讲郭富城好像就有一个年代了，留意好好了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谁家的花开了》，然后因为我们杜兰村以前很多很多扶桑花，你们有看过吧？扶桑花，我们讲不熟记。小时候的时候，都会有那个扶桑花这样。我们小朋友爱采啊，就采隔壁邻居的那个不熟记，把那个花都乱采。然后，可是长大回想起来，那些花都不见了，就有一点点惆怅。在我这几年发现那个花不见的时候，就觉得，我就写出了这首歌了。但是现在突然也很不一样哦，越来越漂亮了。他们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彩绘啊，彩绘墙，但还是会想到以前很多那个古书记的那个年代，这样，好，有点多了，可以唱吧哈、哦，拜托唱一下啦，这样搞不好你们会给我一些运气，未来我又可以再得一个奖，哎，拜托你们了，真的，我的人生的事业的高峰就要靠你们了。好，谁家的花开了，一起唱啊，好不好？掌声，再见啊！太阳闪醒了片刻美好时光，孩子的眼光悄悄地爬去面包树上。谁家的花开了，鸟儿在树上唱歌。
谁家的花开了，少年却不在家了。谁能告诉我，从那表上不渴望在远方有你背上旁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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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家的花开了，少年却不在家了。又有谁在唱歌，又有谁在思念。谁家的花都开了，少年却不在家了。孤孤歌唱，唤醒了片刻美好时光，清冷的泪光。悄悄地照亮我的心声。